谁允许你在这儿摘苹果的？怎么了？你经过别人允许了吗？为什么要经过别人允许呢？没人经过别人允许你摘人家苹果干嘛？这是我自家的呀。你自家的？对啊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啊。哦，我还以为你是城里人过来偷苹果嘞。对，你是干啥的？哦，没有，我路过这边，然后看着这边苹果挺诱人的，就想过来偷，哦，不是过来摘两个尝尝。哎呀，一惊一乍的把我吓得死。你这苹果好不好吃啊？还可以啊。哦，那我可以尝一下吗？嗯，不行。嗯，那怎样才行啊？你看我那里还有筐苹果，我摘的太多了，提不动。哦，就那筐苹果是吧？对呀。那我帮你把苹果提回去，可以吧？可以，提回去就有苹果吃了。哦，这样子啊？对。那行吧，行吧，那你这边还要摘多久啊？我这就马上完了。嗯，那行吧，那我帮你提回去吧。好的，好的。好。嗯。好。哎，小妹妹，啊，你就说的这筐苹果是吧？对呀。哎呀，这个看着很重哦。不重，对你来说不重，对我来说很重的。哦，那行，那我帮你提回去吧。好吧。好好好。哎呦，小妹，你这个苹果还挺重的。啊，冰雪，你觉得那个苹果好，不是白吃的。你家住哪里的？就在这里。哎呀，这个小心一点哦。好。慢一点哦。哎呀，谢谢谢谢，辛苦了辛苦了。哇，你家今天摘苹果啊？对啊。这么多都是你家摘的？对啊。哇，哎呀，好累啊。 你这个吃一个吧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好。嗯，可以吧？嗯，可以。嗯，好。帅哥，要不要再吃一个？啊，不用了不用了。那要不跟我到家里面，我做饭给你吃，可以吗？做饭了啊、嗯，这多不好啊！没事的。那家在哪里啊？哦，我们要开车过去。哦，那行吧，那走吧。好吧，走吧。哎，小妹、嗯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他们朋友都叫我小多。小多呀？对。哦、你车在哪里啊？车在这里啊。哦，这个车是你的呀？对呀、啊。哇，你买这么漂亮的车啊？哎，怎么漂亮？不漂亮吧？这一定很贵吧？很便宜的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哦，你家住在哪里的？还需要开车吗？离这里大概还有20多公里，这只是我们的果园。哦，这样啊。对。啊，那行吧行吧。哎，小多、嗯、哎呀，没想到你还会开车呀。对呀、啊、哇，那你挺不容易的。没办法了。那你老公呢？我啊，我单身，我离婚带着小孩子。啊，是个单亲妈妈呀。对。哇，那挺不容易的。是啊。今天麻烦你了。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啊，那行吧，好。哎，小多。嗯。这就到你家了。不是，这是我们家的农庄。这是你家农庄啊？对。要不去里面坐一会儿吧。哦，好的，那打扰你了。没事没事。我去给你倒杯水，先坐一下吧。好的好的、嗯、好。来，先喝点水，我到厨房里面去给你弄点饭吃，好吧？哦，你饿了？不饿的，不要紧的。没事没事，吃一点嘛，好吧？那我跟着你去看一下吧。哎，小多啊，你家厨房这么大呀？对呀、啊。哇，怎么这么大？对呀、啊，今天晚上有工人要在我们家吃饭呢。哦。哎，小多。嗯。你看你这么优秀的女孩，为什么要离婚呢？哎呀，我前夫喜欢赌博，把钱都输完了。你现在看的所有的一切哈，都是我一步一步过来的。哦，这样啊。对。那有没有考虑再重新找一个？哪有那么好找啊，现在你看吧，没有人会看上我的。呵呵，说不定也有很多嘞。那你对这个老公有什么要求吗？
老公，我要求并不高啊，只要能够三个条件满足就可以了。哪三个条件呢？哎呀，第一嘛，至少你看见了刚才我们田里面那些苹果，肯定要帮我摘回来嘛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摘苹果好累的哟。不累，只是你太弱了，真的。哎呀，不是啊，真的好累的。不累的。那第二个条件是啥呀？第二个条件嘛，至少能够在家里面，你看我们工人又这么多，对吧？至少能够会做饭，是不是？还要会做饭啊？那必须的呀，那我干嘛呢？我找上门女婿来干嘛呢？你说是吧？那三个条件呢？第三个条件你也看到，每个女人都喜欢坐副驾驶，我也喜欢坐副驾驶，就要让她学会开车嘛，会开车的。哦，那你这个要求太高了。这要求还高啊？不高啊。那你看我怎么样？你呀、啊？我觉得不行啊。为啥？我觉得你会做饭吗？我不会做。啊，对了，那你会开车吗？车子会开。车子会开。但是苹果我搬不动。苹果，那我就不好意思，我肯定看不上你了。哦，那没有机会了。那但是可以，你的晚上在我们家吃饭，好吧？哎呀，算了算了，我不吃饭了，我都没机会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不要这样嘛，帮了我这么大的忙，吃顿饭，便饭而已啊。嗯，算了算了，我走了，这个机会留给别人了，拜拜。哦，好吧，拜拜。大哥哥，哎，怎么了？干嘛了？吃了晚饭再走吧。哎呀，我不吃饭了，我不饿，我走了。我还不知道你姓啥呢。啊，我姓王，你叫我王哥就好了。哦，你不是刚才提到你要做上门女婿吗？上门女婿啊？对呀、啊。可是我，那么多苹果我也搬不动，然后我还不会煮饭，我怕累啊，算了吧。啊，别这样嘛，哥。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拜拜。啊、哥哥。